咱们尽量拍上半身，先拍照十秒钟。好美呀！先拍照十秒钟，不要拍到鞋。比心可以吗？这边也要比心。好美呀！美爆了！而且也好美呀！妹妹好美。心灵热烈。在抖音听到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？在抖音听到最多的一首歌，好多呀，我一下子想不起来。我想想，我最近拍过的一些，哦，我最近拍，就是你说的是那种歌曲吗？对，哦，那就像云端吧，妈妈的像云端。刚才有看到妈妈吗？没呢，我还没看到她呢。你在抖音会经常跟粉丝分享生活和互动音乐吗？对，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拍手术的那种，对，然后也会分享一些日常。大家还是催更，希望更的更频繁一点，可以吗？我最近已经刚更完。那近期有什么新的行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？最近一直在忙碌于一些综艺录制啊什么的，对，然后也会穿梭于各个的音乐节，希望大家可以多来看一看。好的，期待。参加2023抖音美好新标业，然后。你自己个人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吗？然后再就是这次的表演有什么特别之处给大家介绍一下吗？其实特别荣幸，这一次其实是作为算是一个开场来欢迎大家来到抖音美好奇妙夜，那也算是可能大家算是久违了吧，然后很久没有在美好奇妙夜见到大家，所以很开心可以跟严仲老师一起合作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，然后可以也是跟大家表达一下对大家的想念，希望可以让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今天这个晚上。好的，感谢金老师。好的，谢谢金老师。节目比较靠前，所以需要先彩排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